恭敬心是性德，对佛生起敬爱之心，就是灭罪得福。清净心就是佛心，恢复清净心就是做佛。众生念佛就是念清净心。诵经也是如此，把我们的妄想执着忘掉，专注于经文上，当下即恢复自信清净。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能把心地一切污秽洗得干干净净。世间法常讲，相随心转。心里欢喜时，相貌就特别好看。心里不高兴时，脸部表情立即有变化。所以我们平时就要观佛的相貌，佛的32相、80种好，是殊胜庄严的最极处。念佛没有一定的仪式，没有一定的方式，但是有一个原则，一定要念得让自己的心很安静，妄念不生，这是念佛的目的。就是生活，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过日子，用什么样的心态与大家相处。处事待人接物，归纳起来就这一句佛号。发菩提心，就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。这一生中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西方极乐世界。什么都不求，只求见阿弥陀佛。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老实念佛的标准就是净念相继。
什么是敬？你有怀疑就不敬，有疑心有夹杂就不敬。必须做到不怀疑不夹杂，相继念佛就是不间断。大智度论上说，若人心中有性清净，世人能入佛法。性清净就是无杂念、无妄想、无疑惑，坚信不乱的一心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什么教？他们是念玫瑰经的，就是传教士，外国人。有啊，我有受洗过，我是整个泡到浴缸里面。你到每个庙，你要跟他们做一个请安的，就他们之间的礼貌。没有嘞，没有。我没有宗教信仰。有，我是佛教。佛教，这是佛教的啦。道教，家里就是道教。听同事说他学佛教，我就跟他去了。永远引进的，他讲的啊，人讲的对啊。
他会打电话给你，然后问你要不要信仰，然后我就会不要，然后他就会生气哦，他就说我的才是最好的，然后就关电话。那他只是说这个给你啊，多看一看啊，然后再去我们教会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啊，我都哦，好好好，就这样子啊。有好像有一个叫做玫瑰什么教，他们是念玫瑰经的，就是传教士，外国人，对对，会讲中文的那一种。比如说在 Seven 的时候是蛮和善的，说我没有信教啊，或者是想要学免费的英文啊，然后就跟他们对谈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就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他就说哦没关系，有机会再过啦。就有被同学抓去教会，我就想说好，那我就来体验看看。但是他们的给我的感觉是很开心，就是他们会带给大家开心快乐，你在那边会找到归属感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信仰，蛮善于用网络的，就比较新颖吧，他们会比较新颖，然后会有很多活动。今年的时候没有在第四台播出了。阿湾金马专 NOD 703台啊。我们现在是走网路，网路平台，那我们会在这上面播出。年轻活泼的方式，可以被理解的方式。对对对，像是我们也有那种就是跟佛法有关，但是它是浅显易懂的那种小动画，然后也会有那种去介绍素食，因为我们是提倡护神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素食的节目。我会去佛堂，朋友去就一起去，这样我看到是对那个有兴趣啊。有啊，我有受洗过，我是整个泡到浴缸里面，就是他教堂那边有一个浴缸，他就是可以推的喽，然后他就让你进去。平时很节俭啊，羡慕会出现一点钱啊，这样而已。有一些 APP 上面，他会去解一些经文，小时候都会好奇为什么人家在那边念大藏经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原来大藏经它是一个故事，很长很长很长的故事。神明比较有接触，会去庙里面的时候，就是我妈就是会念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语言。我的舅舅是说那个是你到每个庙你要跟他们做一个请安的，就他们之间的礼貌，所以他你会现出来有那个特征是他们在沟通这样子。每个宗教都有它一个很好的理念啊，只是可能不了解导致有什么所谓的迷失这样子。意义我就感觉说我事情看很开啦，看什么事情就随地比较随和这样啊，哦，不会跟人家计计较较这样啊。至少心里有个寄托，如果说心情不好，去走一走，拜一拜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管佛教哪一个教都一样，叫人心地要善良而已啊，没什么啦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需要一个精神粮食，你在寻求一个安全感。某一方面知识的传递，因为几乎每个宗教有很多年。第二个可能有人说它是心理层面的，可是我觉得其实它是用另一个层面来解释这个世界。宗教跟人是相互依存的，你有宗教就会有人，有人就会有宗教，所以是一种信仰的力量，让你安定。我们今天访问到了很多人，他们对于宗教的想法其实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。对，但难免也是还是会有遇到迷思或是刻板印象的时候。当产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经由查证，然后再去做判断哦。宗教就是一个选择，我们要去互相理解跟尊重对方的选择。那你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慎重考虑哦。来福特帕园，我们下次见。引起你内心的一些共鸣呢？麦克风戳到你了。那镜头来问路人对于宗教迷失的想法。我不想再录了，有点累，好烫哦，很久。可以转弯嘞，好好玩哦。